我们守望相助，这样你。面对疫情，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做出贡献。近日，由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际合作司、中国公共外交协会联合发起的“守望相助共同战役中心友谊心心相印”活动正式上线。演员杨幂、赵丽颖、冯绍峰、刘涛等明星纷纷素颜亮相，为中国与新加坡加油。不过，宅在家中的这些日子，明星们也能看出不小的变化。赵丽颖就是比较明显的那个。视频中，赵丽颖穿着白色西装，优雅大气。长卷发披肩，整个人都充满着温柔的气息。不过，有眼尖的网友发现，最近刚复工的赵丽颖胖了不少，虽然还是小圆脸，但是看着要比之前更圆润了一些。但有不少网友觉得赵丽颖还是肉乎一点好看，圆脸胖一点显得人更年轻。这边赵丽颖胖了，而那边老公冯绍峰却憔悴不少，黑眼圈稍微明显一点，不知道是不是照顾儿子没有好好休息的原因呢？